《金刚大战哥斯拉》的完整版解说为大家献上，没时间去电影院的朋友可以先看看解说。金刚睡醒后挠了挠屁股再冲个凉，在这片原始森林他就是老大，但他对这片区域好像并不满意，随手撸了一棵大树就朝天空扔去。原来这是人类专门为他打造的虚拟空间，金刚还在不断的生长，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不再适合金刚生存。科研人员也很头疼，如果金刚到外面，那么哥斯拉一定会来找他，他们担心金刚干不过对方。另一边，哥斯拉似乎被什么东西激怒了，曾经人类的英雄此刻正袭击佛罗里达州，对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战斗机也被拍碎数架，人们只能仓皇而逃。曾经以一敌百的小栗旬也只能避其锋芒，他在这里是当今最大科研集团的技术执行官，集团正研究地心结构，他们发现地心有一种能量使其中的生命巨大无比，如果他们能获取这种能量，就可以制造一种与哥斯拉抗衡的武器，以后就不用再怕哥斯拉的袭击。此时他们已经造出了通往地心的飞行器，但还需要金刚引路才行，因为金刚祖先就是从地心到达骷髅岛，他们拥有遗传记忆，因此金刚也可以找到通往地心之路。于是给金刚打了几桶镇静剂后，在军方的护送下，他们开始前往地心通道。尽管航线已经避开了哥斯拉存在的所有海域，但他们依然很担心，因为传说中哥斯拉和金刚的祖先干过架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这俩家伙遇上肯定也是谁也不怕谁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顺利到达，但一般只要说不出意外，那么意外就一定会发生。果然第二天哥斯拉找上门了，刚发现远处的哥斯拉舰队就来了一波轰炸，这些炮弹打在哥斯拉的背脊上就如同挠痒痒一样，哥斯拉也开始还击，一尾巴就抽断两艘战舰，接着游向金刚。刚到船前哥斯拉消失了，正当金刚咆哮时，哥斯拉突然从船下冲出，没想到巨兽也会计谋，金刚连着船被掀翻在海水中，而他的四肢还被铁链捆着，目前只有挨打的份儿。此刻船舱开始不断进水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淹死所有人。科学家尽全力为金刚打开手铐，他知道只有金刚得救了，他们才有生的希望。两位王者在水下纠缠在一起，但在水中哥斯拉更有优势，金刚也非常聪明，他不仅跟小女孩学会了手语，也知道得尽快游到船上才行。他给哥斯拉一个大脑壳，然后迅速向水面游去，再将船翻转过来。虽然他脱离了水下，但还是在大海中，并且活动范围极小，只能在几艘战舰之间跳跃来寻找哥斯拉的踪迹。他拿起一架战机就朝哥斯拉扔了过去，哥斯拉也不惧，他要和金刚正面硬刚，随后就爬上了航空母舰。金刚上去就是一记重拳，哥斯拉也还回一爪子，这爪子的力道似乎还挺重，竟然一爪就将金刚打翻在地，随后就要施展原子吐息。不过这时战斗机前来支援金刚，哥斯拉施法被打断，金刚见机会来了，先是打出重拳，随后一记肘击将他撞入了海中。他望向水下，发现下面泛起了蓝色光芒，顿时感觉到危险，连忙跳往远处，可附近已经没有战舰可以落脚，金刚再次落入了水中，两位王者又扭打在一起。金刚知道在这里不是哥斯拉的对手，他尽力朝水面游去，但哥斯拉却不想放过这大好机会，将对方拽入深水区。人类见状不妙，于是发射数十枚深水炸弹让哥斯拉迷失方向，他们还得靠金刚才能通往地心，所以必须帮他脱离困境。炸弹接连爆炸，人们也很紧张，片刻后金刚从水中伸出了巨掌，还好这招帮到了他，但他们发现哥斯拉并没有离去，除非其中有一个投降，否则这场战斗不会结束。于是科学家想了一招，他们要让哥斯拉觉得他赢了，只有这样他才会离开。随后关闭了所有战舰的引擎，切断一切电源，所有噪声均已消失。哥斯拉缓缓浮出水面，他望向被淹得够呛的金刚，还有全都没了动静的船只，随后展露出胜利者的姿态，接着钻入了水下游向远方。科学家的招数真的奏效了，只有让哥斯拉觉得赢了这场争斗，他才会离去。人们也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侥幸活了下来。小女孩此刻正向虚弱的金刚道谢，整支舰队中金刚只在乎这个一直陪自己的小女孩，要不是她在这，她也不会老老实实的跟舰队来到海中。接着人们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，现在他们不能动了，只要启动战舰，哥斯拉就会回来毁灭他们，只好叫来数十架直升机拉金刚，然后他们坐在飞机中一起前往通道。没用多久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。一开始金刚并不想前往地心，因为他不相信人类，觉得人们在骗他。科学家认为地心还有他的同类存在，于是让小女孩告诉金刚他的家人应该也在那边，以此消息吸引他，这才让金刚有了动力。人们也连忙进入飞行器跟着金刚，这是可以承受助重力倒转的飞行器，单个引擎的动力就足以支撑拉斯维加斯一周的电力，在电影后部分还有大用。但他们要担心的不是造价，而是通道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。下一刻飞行器穿过了通道，人们被重力倒转折磨得无比痛苦，金刚也从空中坠向地面，
他掉在了一个山坡上，还好体格壮硕，并没有受重伤。不过他正以飞快的速度滑向下方，接着抓住了一块岩石，三架飞行器也朝地面落去，关键时刻开启了反重力推进，这才得以活命。金刚带着人类朝地心的某个方向狂奔，原来地球中心竟然如此壮阔，特殊的重力将这里一分为二，上下就如同两个颠倒的世界。人们正感慨这里的美丽景色，突然被未知生物撞毁了一架飞行器，另一架眼看就要被咬碎。关键时刻，金刚拽住了飞蛇的尾巴，然后将它重重地摔在地面，但另一只飞蛇却将它捆了起来，又将翅膀盖住金刚的脑袋。这里的生物还真挺凶猛，人类见状用飞行器发射数枚导弹，将飞蛇炸得嗷嗷直叫。金刚抓住机会展开猛烈进攻，对飞蛇一顿暴锤后，揪掉飞蛇脑袋，喝了点果汁补充一下能量，随后接着朝那片雷电区域前进。他虽然没来过此地，但能感应到那边有东西吸引着他。他跑到悬崖边时停了下来，无数冒蓝光的碎石悬浮在两片世界中间，轻轻往对面一推，揪到了上方世界的重力区域，碎石也摔得稀碎。随后他跳向了空中，缓缓朝对面的世界飘去，因为那边有一只石化的巨手，正是这只巨手与他有所感应。另一边，三个要查明真相的平民偷偷潜入了基地，他们一直认为这家科技集团有猫腻，没想到竟然是如此大的阴谋。这是一只机械巨兽，当小丽寻戴上神经连接头盔，机械哥斯拉的双眼射出猩红的亮光，此刻控制者与他融为一体。三人震惊的说不出话，突然一道门开了，一只异兽冲了出来，刚要抓住他们就被哥斯拉拽了过去，随后口中喷出粗大的射线，将怪兽的头颅穿透，又将身体一分为二。这威力比原子吐息更强大，而且这还仅仅是充能40%状态。此刻几人才知道哥斯拉为何袭击城市，因为机械哥斯拉可以发出声波吸引他。老总要将哥斯拉吸引到香港，他要利用哥斯拉在那里打通地心，地心里有机械哥斯拉需要的能量，获得能量后再干掉哥总，从而达成自己的统治地位。金刚在地心世界来到一座巨石前，门前有一个掌印，金刚伸出手掌按向手印，大门缓缓敞开，里面像是一处宽阔的宫殿，外面雷电时不时地穿透石顶，将这里照射得更加壮观。这里是他的家，他的祖先曾在这里战斗。金刚望向脚下的尸骸，拔出祖先用过的巨斧，从此战斗力更上一层。当他坐在王座上，手中的巨斧突然泛起蓝色微光，随后将巨斧放入地面，地面上的蓝色能量朝巨斧汇聚，慢慢形成了哥斯拉的图形。原来巨斧是由哥斯拉的背鳍打造而成，此刻正在充能，而被声波吸引到香港的哥斯拉此刻也感应到了地心的能量，接着攒了一口吐息，用力朝地心喷去，没一会儿就将内外两片世界打通。同时地心中的金刚也发现了这条通道，哥斯拉朝通道内咆哮，似乎在告诉对方不服上来碰一碰。金刚也及时回应，碰就碰，谁怕谁。拿到能量样本的老总女儿想趁机逃跑，却被金刚随手捏爆。接着金刚拿起巨斧奔向哥斯拉，科学家几人也紧跟着逃了出去。金刚缓缓从地底爬出，朝着哥斯拉怒吼，上次在水中被你占了便宜，这次再来分个高下。金刚举起斧头就劈了过去，却被哥斯拉巧妙避开。哥斯拉准备吐息，又被金刚锤了脑袋，随后又是几记重拳，再来一个飞踹。金刚终于在地面上发挥出了真正实力，哥斯拉也不服，刚准备再来一次吐息，金刚瞬间就把斧柄塞进了他嘴里。哥斯拉用头顶开对手，终于放出了大招，却被巨斧给挡住了。就在金刚感叹巨斧牛逼时，哥斯拉趁机给他撞飞，然后将斧子甩向了远处。有这斧子还真不好伤到对方，失去斧子的金刚只好避其锋芒，在大厦间连续跳跃，不过还是被烧伤了后背，摔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。他必须得拿到巨斧，不然对方总是远程攻击，而自己近战才有优势。于是找准机会抽出巨斧，跳到空中劈向哥斯拉。两位王者被巨大的能量炸向了两边，金刚扑了扑身上的碎渣，随后消失在黑夜中。哥斯拉正寻找着对手，却没发现对方在大厦的顶端，而金刚也使出了计谋，将铁塔扔向哥斯拉的后方，趁着哥斯拉回头，他猛地跳向对方后背，终于找到了近战的机会，对哥斯拉一顿暴锤，虽然占据了先机，但是伤害却不大。哥斯拉也找准机会咬住了金刚的巨手，然后一个背摔，又叼着对方的手臂将他甩飞，金刚的胳膊被甩脱臼了，此刻战斗力也大减，
接着又在后退的过程中被哥斯拉挠伤，最终对方将脚重重地踩在了他的身上，剧烈的疼痛使金刚发出惨烈的吼声。不过哥斯拉的状况也没好多少，眼睛被打得通红，金刚似乎意识到已经输了，露出了不甘的表情。而哥斯拉也没想杀死对方，两位王者只是分个高下，并不想分生死。正当他要返回海中，前方的建筑突然冒出了红色激光，正是机械哥斯拉。此刻他的能量已经达到百分百，并且脱离了人类的神经控制。他拥有三头龙的意识，因为之前人类与机械哥斯拉神经融合，正是用三头龙的一颗头骨作为中转。他将集团老总一巴掌拍个稀碎，随后冲出基地，准备找哥斯拉复仇。哥斯拉冲向机械拉，而机械哥斯拉离老远就发射了数十枚导弹，还没近身，哥斯拉就被狂轰滥炸一通，两只巨兽扭打在一起。接着机械拉的脊背喷出烈焰，借助强大的推力给哥斯拉来一记超重拳，直接将哥斯拉打翻在地，又拎起对方的脖子，用充能的重拳猛攻，再按着对方脑袋疯狂地向大厦撞击。哥斯拉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万万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这么生猛。起身后两只巨兽同时发出绝招，刚开始还势均力敌，但随后机械拉猛地开足马力，巨大的激光瞬间就将哥斯拉打飞。被烧伤的哥斯拉嘶吼着，他自己完全打不过机械哥斯拉。另一边，小女孩发现金刚的心跳正逐渐减缓，似乎已有生命危险，而此地没有足够的电量使其心脏复苏。科学家突然想到了飞行器的引擎，之前说到单个引擎的电力足以支撑一座城市一周，此刻正好可以用上。随后男人把飞行器开到金刚身上，并启动了定时自爆装置，一声剧烈的爆炸后，金刚来了一次电击治疗，立刻坐了起来。他向小女孩投去了感激的目光，而小女孩告诉他，哥斯拉并不是敌人，那个机械巨兽才是。金刚看着正挨揍的哥斯拉思考片刻，接着他站起身，将脱臼的肩膀狠狠撞向大厦，使其复原。他要支援哥斯拉，而哥斯拉此刻被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了。机械拉掰开他的嘴，准备一招将他解决。危急时刻，金刚赶来支援，将机械拉的嘴掰向天空，这才救了哥斯拉一命。随后两位王者打起了配，各自抱住机械拉的胳膊反攻，但他俩加一起也不是机械拉的对手，他们还是陷入了被动。金刚拿起斧子朝敌人劈去，却因为没有能量根本无法破防，还被对方逼入了墙角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。控制室的三人将酒水倒进了中控系统，造成机械拉片刻的短路。哥斯拉也趁此机会用原子吐息给斧子充能，充能完毕的巨斧威力大增，一斧就砍断了一条手臂。随后接连几斧将敌人砍得四分五裂，最后时刻机械拉还想反抗，被金刚全力一击砸爆。这还没完，金刚又狠狠地揪掉了机械拉的脑袋，发出胜利者的咆哮。而哥斯拉此刻也认同了这位战斗伙伴，打了两声招呼后就游向了夕阳中的大海。最后金刚也回到了地心处，因为这里才是他的家园。